有啊。啊，今天的表哥请我们吃饭，走是很贵的 Lafite 走，还有菜就是很好的菜，销的表手销的菜很好，你看，抢台下，这个是叫什么？这个木鱼烧牛，木鱼烧肉，木鱼烧肉，木鱼烧肉。喺呢度黐到只羊家刀啊，即系落雪。跟着落雪，有电单车、单车上去嘅，包括上船啦。我哋喺浦东陆家嘴咧，就坐呢个杨家渡个浦西，$2啫，$2船飞。呢度望过去咧，就系浦西外滩嗰边啦。浦东浦西都拍进来，哎，呢边望过就系浦西，呢边就系浦东陆家嘴。啊，呢度望过去嗰边咧，就系浦西啦。夜游景色，要走去外滩坐嗰啲游览船咧，就$50一程，我哋就$2一程，呢度睇晒。浦东浦西的景色，前两天不好哦，前两天看不见呀，而且空气不好，一出来就咳嗽。对，嗯，就是 humid 啊，都不好了，天气不好。妈妈不要出来，不能出来，出来那个过敏啊。这是2块跟150块的比较啦，一样啦。哦，150块走哪边去？那边去，但是也还可以了，这个最漂亮，最漂亮就是这里、啊。但这里也不错啊，2块钱、啊、看得这么漂亮，啊、不要150块啦。150块。陆家嘴。我呢啲系$2，我呢系$50，而家开船啦，等，开船过浦西，开船过浦西。啊、那个蚬一边蚬的就是嘛，这个金木啊，这蚬的金木大厦，上海金融大厦，金融大厦深的，哎啊，哎，那这个圆的这个是更高的啊，最新的还没盖好，这个从这东方明珠那边，哇，有没有5分钟啊？坐这个船要飞动啊？5分钟有必要啊？没有船的话，1分钟就到了。1分钟到了，哇，这么快！那、啊、我们到了浦西了，1分钟不到，到浦东到浦西$2，这个便宜啊，方便啊，$2啊。